楊俊傑俾人恐嚇，好慘，同文雅好大嫌疑。我哋現場揾到張字條，張字條同我哋 Greenway 有關。楊俊傑之前都俾人恐嚇過，雖然上一次係棺材，今次係血白眼，但係兩次都張字條。上次寫嘅係 ：If our pup dies, your daughter dies with it。既然你上次懷疑係 Greenwell， 點解今次認為有人嫁禍俾我哋咧？陶文雅嘅身體狀態，你哋 Greenwell 好清楚喎。上次佢勉強去到地盤搗亂，但係今次佢入去楊俊傑屋企裏面。佢點入啊？除非有人之前幫佢斷曬電，如果唔係，佢嘔到腳軟啦。你哋 Greenwell 都冇咁蠢啩？我諗我估到係邊個？一定係楊俊傑。楊俊傑俾人恐嚇冇報到警，知道嘅除咗佢兩夫婦，就只有楊俊雄。打暈我嘅係個女人。好有可能就是楊俊雄身邊的助理阿 Cat， 應該就是他落毒製造文雅會自殺的假象。這條數一定是同一家，但是現在動手，金夫人會站在我們這邊。只要令到金夫人覺得楊俊雄損害他的利益，他就自然會站在我們那邊。不行，金夫人一點都不簡單，他一定會懷疑是我們的。佢搞我個妹，我咪乜嘢都唔做。文雅都係我妹嚟噶。阿哥，我會處理的。如果係楊俊雄玩咁大，咩目的？真慘。即係又係好似上次同文樂咁，先置屋企人俾自己上位。冇錯，所以我哋一定要揾到證據。證明係佢搞鬼，唔可以俾楊俊雄過得咁安樂。有啲興喎，有私人恩怨。冇啊，冇私人恩怨啦。我不過睇唔過眼，佢咁樣虐待個女仔啫嘛。知虐待，企圖謀殺添。可唔可以帶我上圖文雅屋企睇下？又想做埋一份啊？圖文雅搞成咁，同 Greenwell 都有責任。我都想幫佢做翻啲嘢。我当系多谢你帮我揾教授。呢条友潜晒水，仲住喺边？我对你有信心，一定会帮我揾到佢。陈总啊，我哋喺煲嘢里面，的确揾到两种唔同。呢条咁偏僻，周围又冇人，真系凶手落毒嘅最佳地点。点啊文？哦，醒咗啦。咩啊？佢认咗罪？系我做噶，系我做噶。水啊！我要水啊！我要水啊！真系你做嘅？系我做噶。是我做的。我现在是在说恐吓杨俊杰。是我做的。是我做的。你现在精神状态是怎样的？神志是清醒的。我精神未回复状态。但他好像懵下懵下一样。他刚刚做完毒醒回是这样。咁佢知唔知自己讲紧乜嘅？知。医生。点啊？文雅咪醒咗啊？系啊，落紧口供。佢冇咩嘛？佢自己认罪。点解会咁噶？冇可能。你知道我妹妹的精神状态，你不要屈她。浩生，
喺攞工嗰陣，醫生證明你個妹精神狀態 OK。好啊，入去問醫生啊。喂，醫院嚟噶。陶生冷靜啲先啦 ，call 咗律師先。阿超，即刻叫林律師嚟醫院。仲有 call 程醫生，我要幫文雅做個心理評估，證明佢有 PTSD。胡小姐有 PTSD。文雅曾經被人綁架，冇我都要做到佢。知唔知係咩人綁架佢？知唔知都冇用。文雅佢唔俾我追究。陶生真係聽陶小姐話。你唔好以為以我嘅背景就唔會俾人欺凌。細個嗰陣，我身體好弱又細粒，喺學校成日俾人玩，甚至俾人打。阿超係我師弟，每次佢都係第一個企出嚟，所以我好討厭人欺凌。Sorry 啊，叫你聽我發唔出。不過如果你有個妹，你一定會明我講咩。我梗係明啦。今次楊俊雄咁做，我一定唔會就咁算。我知你好想對付佢，但我希望你忍多陣。做咩啊？驚我對付佢，搞到你冇咗個金主。而家我嘅金主係陶生，冇第二個。我淨係想快啲揾到證據，證明所有嘢都係佢做。到時無論你點樣做，都冇人會怪你。好，我就等到你有证据为止。头先我同梁小姐研究，陶文雅单 case 应该系杨仲雄搞出嚟嘅，目的就系要对付陶文乐。咪好咯，陶文乐要搞佢，由得佢啦，悭翻唔少功夫。我系警察嚟嘅，有啲系私了。两个一担担，私了冇咩？阿头啊，如果单嘢真系杨仲雄搞出嚟嘅，我哋落 charge 告陶文雅，咪益咗佢。袁 Sir。陶文雅認罪嗰陣有冇唔妥？懵懵成成咁咯，好似正話正常。但係成日都飲水咧，我幾驚佢中水毒啊！口乾頸渴飲水，好多藥物都有一種抗膽鹼嘅成分，吸食過量會引致口乾、記憶混亂，嚴重嘅甚至會出現幻聽同埋幻覺。呢個時候，如果有人同佢講嘢，好容易就會受到影響。尤其是重複同一句說話，嗰句說話就係、是、我做的。梁小姐都幾厲害喎，咩揀得出嘅？你而家睇緊 TVB USA 官方頻道，唔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，就快啲 subscribe 啦！